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eg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大永和福州盖面，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。好，那刚刚请教了里面的客人说这一家店的历史悠久又美味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。啊，反正好吃不好吃等一下马上就见分晓。好，那这边就写了这个地瓜叶的好处。好，那已经8点多了，内用的客人还是非常多，所以这个看起来应该是蛮不错的。好，那墙上菜单拍一下，等一下手上菜单会再拍一次。好，那根据可靠的情报，那不推荐牛肉面啊，推荐干面。好，老板娘你好。哦，这个馄饨现包一定好吃的。因为卖完。好，卖完赞，那代表美味好吃啊。好，那我要那个酸菜干面中的。然后鲜虾馄饨汤，我可以加蛋包吗？可以。然后跟烫地瓜叶。好。谢谢。那这家店已经开很久了哦。差不多了。差不多哦，好好，那就先这样，好。好，那就是地瓜叶了哦。那年轻老板娘再问一遍。好，那看一下小菜啊，先结账。哦，这馄饨刚包起来好大颗啊。好。哦 ，CP 值很高，嗯。好，感谢老板娘让我拍了啊，这个新鲜的肉馅，哦，店家蛮够力的，还有这个林德福的落款，好，谢谢。今晚我也来啊，哦，这个酸菜干面蛮特别的。那现在你的面要加醋，面才好吃。哦，这样加，然后这是辣油，加整罐嘛啊。哎，跟着你，你可以加一点。哦，我是开玩笑的，哎，好。这辣椒很辣，你要注意哦。好，那就让它好，哎。好，那清洁老板娘已经跟我们讲说要怎么加了啊，就凭感觉啊，手感一定最准。嗯，酸溜溜酸溜溜的啊，再来这个辣油，然后最后再这个超级辣的辣椒，还好吧，油泼辣子。OK。除非他是鬼椒了，如果他是鬼椒，我这样加下去，我应该就 game over 了。好，现在就试试看啊。然后是点中碗的，然后这让我想到那个万华的那一家酸菜干面阿平姐。哎呦，跟这个我之前吃到福州干面的味道，酱的味道很像。那现在就试试看，看起来是不错啊。哦，跟这个志光干拌面的味道很像。好，根据这个旁边客人可靠情报讲说，这家店开很久了，但实际开多久倒是有几年是不知道了。但那面还蛮好吃的。嗯，我感觉少了什么啊？应该是蛋包。啊，算了，反正有讲说要加蛋包，那忘记就算了。好，那这个面如果说加了这个半熟蛋，会更加的好吃啊。我看个人啊，这是比较新的吃法，然后酸菜的味道还蛮香的啊。好，就是一个很幸福的平民小吃啊。OK， 那我这样加辣，其实大概是小辣左右啊。好，那这样就不用跑去中和式干拌面了啊。那在这个永和这边就有好吃的干拌面，嗯，应该说福州干面啊。嗯，好，这个爱吃酸菜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啊，这酸菜也蛮好吃的。这个吕小姐啊 ，OK， 哦，下面出现了大量的酸菜哦，真的很开胃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爱吃酸菜朋友的天堂。
真好吃。酸溜溜酸溜溜的啊，这个我是一个爱吃醋的男人啊，吃醋吃酸，然后血兼有毒，好赞哦。好，那分数是93分啊，还蛮不错的。好，蛮值得推荐的啊，口味蛮棒的。冰柚啊，还口味还蛮不错的啊，赞哦。好，再是这个现点现包的鲜虾馄饨汤，我对它相当的期待啊。好，那现在就试试看啊。哇，它肉馅很大坑呢。肉馅真的扎实啊，然后还有香气啊，富含香气。然后感觉里面就是有蛮多的这个葱姜的香气，还有鲜虾跟肉馅的综合香气啊。好吃，算是有它自己独特味道的鲜虾馄饨汤。感觉上它有点蔬菜馅，但是说不出来是什么，因为切得很细。好吃就行了，赞。好，就等各位朋友来品尝看看，馄饨汤是真的还蛮好吃的啊，然后很适合女生吃的口味，然后肉馅有点微微的甜味。好吃，好，馄饨汤的分量很足哦。好，这个现点现包的很讨喜啊，这味口味很好。好吃啊。赞哦，这个很大一个肉馅的鲜虾馄饨汤，那但是有它自己独特的味道。满满的料哦，那个吃起来像菜的味道应该是葱花吧哦。啊，我觉得蛮不错的哦。赞啊，馄饨汤很推荐，其实面也很好吃啊。好吃啊，啊，汤头就很清爽。好，再来是这个地瓜叶啊，那现在就试试看，感觉上是一个蛮清爽的菜啊，然后水分也有力比较干。好，现在就试试看啊，重点就是嫩就好了。好，店家还蛮客气的，这样蛮不错的。好，感觉都蛮用心的啊，这个地瓜叶量也很多。正要给好评的时候，出现一个比较硬的。好，这根看起来比较硬的试试看啊。好，只是看起来比较硬，然后这个还是蛮柔软的，而且它是我喜欢的 那种清淡的调味，然后地瓜叶蛮新鲜的啊。好，那这家店的菜色都是水准之上，而且价钱很亲民。那分数，这个分数我觉得是91分。好，店里面也有冷气，所以蛮不错的啊。
只是停车会不太方便，因为永和这边的停车客本来就不多。好，美败啊，不愧是这个客人推荐的店家。我已经吃了一半了，哪有这么多了。所以今天我吃了这么多地瓜叶，我就可以完全获得到地瓜叶的健康啊！地瓜叶是神会给我健康的。好 ，OK， 好，相当的有实力哦，工作台面很干净，然后东西也好吃啊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好，这馄饨现点现包，然后虾子看起来是自己剥的白虾啊，对吗？我们不是自己剥。不是自己剥，但是我们买回来是冲五个钟头的那个过水。哦，白虾嘛。对，不是那种炒饭那种小圆虾。哦，没有，白虾。哎，好，好，没有口误啊，谢谢。哎，好，那吃起来不错吧？哎，对，不错。我们的青菜也是，就是比较清淡的，哎，没有什么肉燥啊什么。现在人家都喜欢吃青菜叶。对。这样才不会太快。味道又淡淡的。不要太咸，现代的人一些那个现代疾病好多，现代疾病三高，对，这样才不会太快升天呢。希望大家都健康。哎，对对对，然后店家也这个，那个叫哦，财钱财滚滚而来，生意兴隆，哎，东西真的不错，那地瓜量好多，是一般别的地方地瓜的两倍多。哦，很多客人这样说。嗯。哎，是哈。客人都吃20年以上的。哦，是，感恩呐、啊，感恩老板娘。谢谢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好，那这个就是大永和福州干面，把客人当作是家人看待般的店家啊、哦，真的蛮不错啊、哦。因为刚走过这边的时候，看到有人在做蛋糕了，好奇啊，大概是课程结束了啊、哦。好，那就是顺便拍到一下。哦，算是一个厨艺教室，啊，西点的厨艺教室，好，那就祝各位朋友有愉快的一天，愉快的周末，拜拜。